也许有人告诉你，你会病到250，被一个感冒威胁不会活特别拍照，装模作样没人把你当成三六七，你太忙人就想站在一台拖拉机，你思维干燥干的就像一堆屎，小明台服不如快点直接去找死，大千世界花花世界也是一张纸，有事没事没事找十年不要得寸进尺，Thank you.